相比一些大型的奶茶连锁店，有时候一些宝藏小店更加令人容易获得惊喜。最近由潮汕朋友给我推荐才发现的一间宝藏小众奶茶店，最大的特色是用甘香浓郁的单丛茶作为茶底做的饮品，很有个性而且很好喝，所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。和一般的茶饮店不同，我感觉它很有潮汕特色，相比其他一些鲜奶茶店，它的茶味会比较突出，茶底芳香浓郁而且回甘很明显。这一杯功夫抹茶鲜奶是网上比较多人推荐的招牌之一，确实挺好喝的，入口甜度刚好，能明显喝到比较香的单丛茶茶底味，用的奶让我感觉是比较鲜比较自然的，喜欢抹茶的一定会很喜欢这一款。微苦香浓的抹茶和甘香的单丛茶底真的是完美搭配，加上鲜奶带来的自然奶香，喝起来很好喝，用料很实在啊，而且给的料是真的足。个人就不太喜欢它上面加的炸芋丝，有点影响口感，里面还有一个抹茶雪糕球，用来增加抹茶浓郁的味道。这一杯番薯香功夫奶茶喝起来真的有种番薯干的淡淡香气，口感是比较顺滑的，但是感觉茶底有点浓，喝了晚上会睡不着，味道都是比较纯粹比较自然的感觉，没有过多的添加。而这一杯鲜榨油柑汁我觉得特别好喝，油柑鲜榨果汁加了柠檬片调味，它用的是青柠檬，所以它的味道是比较清香的，非常喜欢油柑的那种回甘的感觉。如果你不喜欢酸涩的口感，建议少糖，就特别喜欢它自然的酸涩回甘，搭配冰凉的口感，喝起来清爽解腻，能把潮汕地域文化融入茶饮，而且做出差异化，产品相对比较健康比较自然。试了三杯他们家的人气饮品，我觉得都做得挺出色的，而且他们家还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饮品，跟其他同类型的茶饮店相比，很有特色，很有差异化。还没试过这家店的朋友，我觉得很值得尝试。